一杯美式，不用了，长话短说吧。怎么，尹老板，你不喜欢这个咖啡厅？我还纳闷呢，最近在戏院饭店都没见到你，原来是找了这么一个地方，挺地道的。你也知道，我的店面被关了不少，这不是不想引火到你们那儿去吗？我听说这事儿了，怎么样？要不要我帮你想想办法？ 别，李老板越是想办法，越麻烦。你拿我们跟李老板比，这好像不太合适吧？你别那么敏感，你们星月饭店家大业大，他们怎么能比呢？我的意思是，反正这里生意也不大好，关了就关了吧，以后再说。那你今天找我是？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关于张日山的事情。 你打听那个老家伙干什么？听说他最近不在星月饭店，而是去外地潇洒了。他上哪儿去了？这关你什么事儿？如果事关古铜精，就跟我有关系。霍老板，难不成你是想上古铜精去挖点宝贝，填补你生意上的缺失啊？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这笔账你应该比我算得更清楚。得了吧。 你们几家公司干的那点破事儿我都知道。做生意呢，走旁门左道不是长久之事。我也劝你一句，我觉得现在有句话特别适合你。你想说什么？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在这坐着了。你也别送了。 老板，这么快就聊完了？李南风这个不知趣的东西，他算老几？竟然敢教我做生意！风水轮流转，我就不信他星月饭店能一直开下去。老板，他都跟您说什么了，让您发这么大的火？张日山的去向，他只字不提，反倒说我们做生意旁门左道。难道？ 他是在故意激您，转移注意力。张二山去外地，难道真的跟古铜精有关？反正古铜精的宝贝我是吃定，但公司账面的周转，古铜精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能有一个现成的店面，让我们打理，出一些散货，倒是能松快松快。九门协会各个公司的店面，我能看上的，也就谢雨辰的宝盛了。 他这个人很精明，不要说打理，合作都难。
大力，这是地理发出的声音吗？这应该是鸣沙发出的声音。这一片的沙丘正在发生剧烈的活动。哎，你是不是人啊？你扔下我们就逃跑？你说什么呢嘛？我车干里边是那样的人吗？我只是被另一个突发事件给吸引了。你们过来，过来。 过来看吧。我看过地图册，这里有河吗？有，有条内流河，但这条不是。 这条应该是龟河。是说，看到这条河，就能看到龟呀？你就能远远见到龟吗？他是形容这条河是在地下流的河，平时看不见的。我估计这是那条内流河的地下支流，突然某一段流到了山面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说。 我们昨天找到的那个海子，连通着地下暗河。那这片沙漠底下应该有更多的水源，遇到强烈的地质活动，水就涌到地面上来了。那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火烧峰，也是属于地质的突然活动而造成的局部地区的气候变化。可以这么说。哎，你们过来看。 这条河的走向，是不是正好跟这条黑线完全吻合？兄弟们，看来我们得在这条河消失之前，造一艘船。 这是什么？不是你说要造一条船的吗？就这玩意儿能变成船？吹什么吹呢？没错，就是吹。我不成了！我真的没加下去了。哎，我说苏万。 来，沙漠你还带个救生圈，我还真是佩服你啊！哎，小伙子，你看看这个，能拿来当船吗？这种筏子嘛，我是没有看过。如果浮力够的话，应该是可以的。<笑>哎，不是，你凭什么原地休息啊？你尾款不想要了是不是？好吧，我是你请来的导游，又不是你的佣人。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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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了。 不管这船做的怎么样，咱们啊，待会儿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了。王姐，快吹吧。苏万老弟啊，我真的严重怀疑你的审美。哎，我说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火炼窑的红色与炙热。 衬托出金色无垠的沙漠，用张扬的色彩消弭巨大空间的空虚，衬托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氛围。总而言之啊，这就是我的设计。哎，你们瞧瞧瞧瞧，很不错吧？哎，你们听说过四小天鹅吗？套上套上，就是那个，过来。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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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小爷这个肺活量可是……你干嘛？这东西是要用充气泵的。不过我看你这么积极，那我们就在旁边为你默默加油了。石先生。 亚丽，我觉得吧，咱们三个里面你体重最轻，要不你先去试试？不不不，就算这东西可以承载得了最轻的，但真的滑起来是承载我们五个人的重量，散了怎么办？嗯，哎，那咱们三个里谁最重啊？喂，你们听我的嘛，这样一个人在上面。 两个人推，然后等穿浮动起来以后，三个人一起上不就行了吗？没错，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这样。对呀，你们试试嘛，试试就知道了。好哥，请。啊。三人成众，我们去了。不，是三人成虎，我们去了。不，三人成虎不是这个意思。不，不，我，哎，不管了，上。 这里下好玩吧？哎，车咖喱吧，你刚才问三个虫子是什么，我终于想到了，三个虫子也是虫子，就是繁体的虫。嘿嘿，快擦擦吧。我现在通过重新计算床垫的受力面积，把一个床垫变成了两个床垫，然后用火力两个头做平衡。 现在我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上吧。好吧，万姐这次选择相信你，我第一个上。上吧。来，来吧，挺稳的。上吧。好，一二三，出发！好了，好吧，来，好，一二三。 你打不过我们的，也许吧。汪家果然训练有素，更何况你们人多。好眼力！我们今天在这儿就是要告诉你，你安排的所有计划，我们都可以随意干涉和撬动。我的计划，在这个时代，有能力暗部迷局的人，恐怕只有谢家少爷和吴家少爷了。 没错，恐怕我们今天不能够让你们见面了，而且你找的东西也要交出来。
Huh?从进沙漠到现在，咱们遇上那么多危险，有个问题想问你们：这和你们想象中的冒险，是不是不太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我想象中的冒险，可是我们开了挂，逮谁灭谁。现在呢？现在呢？谁都能弄死我们。所以比想象中的真实多了，有趣多了。有趣是有趣，可我想我奶奶。 你们这些小伙子很有意思嘛，啊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探险，你们是为什么嘛？因为他们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到这儿来了。他们这些小伙子是年纪小，那么你呢？这个美丽的姑娘。我。 我是因为在路上遇见他们了，觉得挺好玩的，互相有个照应，就一起来了。爸爸，你这是什么呀？好喝的东西，你给我尝尝。嗯，你这个真好喝，给我尝尝。 哎，给我喝点。你给万姐留一口啊。来一口啊。真的好喝吗？嗯。怎么样？都喝好了吧？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你们呢？
以后出来行走江湖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什么水里的水怪呀，或者是火烧风之类的。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嘛，还有一个东西更可怕，那就是人。好了，就送你们到这儿吧。 我听手下人说，谢雨辰栽在汪家人手里了。我还以为他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如此，宝盛这块肥肉盯上的可不止咱们。谢雨辰的死只是个开始，等九门其他公司的人全都知道了，可就有好戏看了。别忘了，古潼今夏还有一位呢。 要是吴邪知道谢雨辰死了，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表情。哼，谢家无后了，任谁他也保不了。我呀，我不贪心，该拿的我拿，不该碰的我也不会碰。 况且，这先动手的也不会是我们呢。听说他也回来了，估计现在他的飞机已经落地了。老盛保不住了，吴邪不在，光他一个人顶什么用啊？况且，吴邪早就惹了众怒。 如今谢雨辰已死，兔死狐悲，我们忍耐已经够久了，是时候该算总账了。喂。 你们在哪儿呢？我到了。F 区，我已经到 F 区了，你们在哪儿呢？一直往前走是吧？对，往前走，抬头看，你就看到一个大帅哥。我想我已经看到这个大帅哥了。是霍秀才，够漂亮的呀！漂亮。这位是我请来的高手。你好。你好。
你的河已经消失了吗？ 走走，咱们找他去。浩哥。 到底该去哪儿找乌鸦梨和吴安姐啊？潘董事长，你去那边。好好。苏安，苏安，快过来，苏安！ 快点！这可是我看演唱会的时候买的，很贵的。演唱会买的，哪够用啊？商务里难得这样的美景，全被这玩意儿毁了。 就只知道看婉姐，也不来接我一下。黎错，你这不是自救成功了吗？那我们现在得救婉姐啊！你们说我放个信号弹抓呼吸，把它招呼过来怎么样？不行，这里有蛇摆。什么蛇？蛇摆，我上次来的时候，底下有巨大的会攻击人的蛇摆。 那玩意儿对声音震动还敏感，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信号弹。苏安，有刀和绳子吗？有。我来之前专门买的。我把绳子系腰上，然后过去。要是我回不来，我就待那儿了。哎，那这绳子不够长呀。 不行，我们得把他救过来。我也觉得，他现在就在蛇摆的活动范围内。那怎么办呀？安迪，别喊了，别喊了，这么远怎么能听到？会把蛇摆招过来的。 你们知道吗？他们说萨克斯传播声音非常远，尤其是在沙漠，萨克斯的声音可以与沙丘形成共鸣，可以传播非常非常远。更厉害的是，萨克斯可以模仿人声，更可以模仿唱声。
我们可以用萨克斯传递信息。别说那些没用的了，我们现在是在沙漠里，上哪找萨克斯啊？等等等等，我有带啊，请叫我奇迹小王子，南城收纳王，白面小哆啦 A 梦。苏安，望远镜买那么小是吧？绳子30米是吧？ 萨克斯，你在萨克斯干嘛呀？哎呀，我难得来趟沙漠，我的梦想就是对着夕阳吹一曲。我陪亚丽来沙漠，我顺手完成自己的夙愿，这不过分吧？我真的忍你很久了，你有空间带这玩意儿，你不如多带点吃的，不至于被车卡利巴搞得这么措手不及。行了行了，别吵了。苏安，你说萨克斯可以模仿人身是吧？你可以做到吗？ 总有一天，你会跪倒在我萨克斯之下。你要对他说什么？你就跟他说，那里不安全，让他待着别动，我们会去救他。说英文，这是西洋乐器。No safe, no move, you bet, shut up. 有反应了，他有反应了。如果你歌颂美，即使在沙漠的中心，也依然会有人听到齐伯伦的沙与墨。嘿，别吹了。 萨克斯发出的声音，跟这些沙子形成了共鸣，让设备以为所有沙丘上都有生物。当年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时候，也是船上的乐队坚持到了最后。不行，不行，不行，快吹，继续吹，继续吹，到底吹不吹啊？吹，吹你会的最吵的。苏安，你就不能吹个急一点的句子吗？ 继续吹，千万不要停。 我实在受不了了，这伴奏也太次了吧！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卡车群的正上方，这个卡车群可以帮我们抵挡住设备的攻击。太好了，在这里我们是安全的，你们别动，我去接万姐。 是这个，快出来，快出来！没事吧？
快走！兄弟，接着！走！快！兄弟们，蛇把要放大招了！李叔，小心点儿！没事，安全了，没事了。想哭就哭吧，我也挺想哭的。你休息。最大功臣好吧，你这是趁人之危，你不够兄弟啊你！我也是功臣啊，你把我嘴巴都吹肿了。婉姐，别哭了，我还等着呢。走开，谁也别理我。你俩都别动啊！这次我来。也是属于地质的突然活动而造成的敌人。是人云云的黄金。看来我们得在这套盒子里孩子。是神之的地欢迎。大魔力。风吹起我对就是吹那就是我找的谜底来看看酷是不是消失的神秘在我魔力背后的伤痕都把眼睛给小子死了朝前行向深渊去闯入这奇迹看不厌生气苦痛期究竟是谁被遥控无趣我是自风起回到我心底疲惫一息才明白宿命意义李祖小心是现象之中的反击是长在心中的定力命运里喧嚣企图东梦虚去让勇气留在血脉里孤独的一击千年追逐不知是谁在荒漠里虔诚的冒险等一下我没准备好我去偷袭这把要放大招了别哭小心点你为什么把话说完别哭小心点我去到底你哪个